好，我是一彤。现在呢，就是我们环美自驾10000英里的第四天。前三天呢，我们已经去过了加州的约书亚树国家公园、亚利桑那州的巨人柱国家公园、新墨西哥州的白沙国家公园，还有新墨西哥州与德州交界处的瓜达卢佩山和卡尔斯巴德洞穴国家公园。而我们现在呢，是在德州的阿尔派恩，正在开往大湾区国家公园的路上。因为大湾区国家公园呢比较偏僻，周边呢没有大型的城镇，所以我们昨天入住的城市呢，阿尔派恩到大湾区国家公园呢有70多英里，大概呢需要开1个多小时。这边呢除了比较冷清，建筑很少之外呢，路上呢也没有太多的车。其实从这里呢也能看出来，即使是在美国比较偏僻的地方呢，路也很宽很平坦，所以一路开起来呢还是很轻松的。现在呢我们已经离大湾区国家公园的收费站不远了，正好呢前面有大湾区国家公园的标志，我们就在这边简单的停一下。现在呢我们已经到了大湾区国家公园收费站的门口了。这边的票价呢是$30，七天内任意往返。我们呢是有$80的年票卡，所以说直接出示呢就可以通过了。现在呢我们的国家公园之旅呢已经来到了第13个。首先，大湾区国家公园呢是在美国与墨西哥的边界线上，并且呢是由一条河阻断，正好这条河呢转了一个接近90度的直角弯，因此被称为大湾区国家公园。大湾区国家公园呢，占地面积虽然在全美63座国家公园里呢排到了10名以外，但是这些大型的国家公园呢基本都是在美国的北部。而美国南部的国家公园里呢，大湾区国家公园呢就可以算作是呢除了佛罗里达州的大沼泽国家公园之外最大的国家公园了。也因此呢，它总共呢有5个旅客中心，除了刚才收费站门口呢有一个小型的旅客中心，剩下的4个基本呢就代表了大湾区的4个大的景点区域。我们现在要去的第一个旅客中心呢，就是在道路的交汇处，除了可以远处瞭望一整个山脉之外呢，也是通向其他另外3个旅客中心的交叉口。在到达这个交汇点之前呢，有一个化石展览馆是非常值得一去的景点，虽然整个展馆不大呢，但是却有大型的恐龙头骨和翼龙全身的骨架，还有各种海底生物的化石，还是会让人惊讶于啊，这一片沙漠地区呢，曾经会有这么多的恐龙和动植物生存在这里。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旅客中心啊，简单的停车看一下这个旅客中心。现在呢我们简单的整顿之后呢，就是往山脉中心处的旅客中心方向开。这一片的山脉呢叫奇索斯山脉。这个岔路口呢向左拐进来就是开往这个山脉的中心处。正好我们刚拐进来的时候，这边有个景点，我们就是先简单的停下来看一看。
现在呢我们还是接着开啊。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开一段山路吧，但是距离也不是很长，基本就在10英里左右。不过因为是山道吧，所以说还是会有一定坡度的，而且相对也会比较窄一点。大湾区国家公园呢虽然很大，车行的区域也很大，但是很多景点呢也是需要登山步行的。不过这里面呢正好有一个小型的旅馆，就是在旅客中心旁。如果愿意登山呢，提前选择住在这里呢也是一个省时省力的方法。而且大湾区国家公园呢也是暗夜公园的一员。暗夜公园的标准呢，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一片区域呢要远离了大量的人造灯光，并且还能更好的观看星空的公园，才能称为暗夜公园。正好大湾区这个国家公园呢地处比较偏僻，离大型城镇都比较远，所以也就是观星最好的地方。现在我们已经开到了这片山脉中心处的旅客中心了，接下来呢就是停下来简单的看一看。看完这片山脉之后呢，现在我们就是要往回开啊，先打算去东边的旅客中心那边。那边呢就是有一个大型的房车营地在国境河的边上，不过普通的游客的车呢只能长时间的停留在旅客中心，之后呢再步行几英里就可以走到这个国界河的边上。我们本来是想停下来的，最后呢还是决定直接开到旁边的山丘上的景点，在高处上看这个河会更好。
现在呢，我就是开到了这个山丘上这个景点啊，停下来看一看这个周边的景观。这边看完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往回走啊。因为我们现在呢是在东边的旅客中心，接下来呢就是要往西边的旅客中心那边开。不知道是不是季节的原因啊，刚才的那个景点呢其实因为河水不多，所以说感觉上呢看不到太多的东西。不过从高处看这一整个山脉还有河流的话，也算是值得一去的一个景点。接下来呢，我们因为是从东边相当于要开到西边的旅客中心，所以说还是比较远的，大概有50英里。因为有点绕远吧，其实本来还是想放弃的，但是感觉这边车很少，道路也很平坦，开起来还是挺轻松的，所以决定呢还是要开过去。这一路上呢，我们是在德州的叫奇瓦瓦的沙漠区域，所以周边的植被呢不算多，比较荒凉，但是这个名字呢还是很有意思的。它的拼音呢像是中文的拼音，但是查过后呢才发现原来吉娃娃的英文名字就是这个名字，正好呢也就知道了这个吉娃娃这种狗呢原产地呢是在墨西哥。现在呢我们就到了西边的旅客中心了，看看周边都有什么。看过最后一个旅客中心之后呢，我们德州的大湾区之旅基本就告一段落了。最后呢还是总结下，我们呢是一早呢从离大湾区国家公园有70英里的埃尔佩恩出发，经过1小时左右的车程呢来到大湾区国家公园。因为大湾区国家公园呢是美国南部最大的国家公园之一，所以车行的区域很大，景点上呢基本呢就是可以跟着4个旅客中心的方向开就可以。靠北边的旅客中心呢就是可以在远处观望一整个山脉，也算是一个交叉路口。中间的旅客中心呢就是走进山脉的里面，因为是山路车道，这个道路不宽，还是一个上下坡，还是需要适当的注意安全，但确实是一个值得一来的景点。之后西边的旅客中心呢就是相当于来到了一个历史营地，因为已经算是国境线附近了，所以说有铁丝网，并不是一个观景的好地方。与之相对的呢，东边的旅客中心呢可以步行几英里来到这个河边，近距离的观看这条隔断美国与墨西哥的格兰德河。旁边不远呢还有一个景点是可以开到山丘上，在高处看一看这条边境河，但是因为它河水的水位不高，所以说感光上呢并不震撼，但是感觉还是值得一去的。整体上来说呢，大湾区国家公园呢虽然是因为这条国界河而成名，但是终归呢是在沙漠区域，所以说河水呢并不充沛，共突出的还是中间的那一片深红色的山脉，而且呢有不少好看的景点呢而是要登山才能看到。而且这边呢还是国际黑暗天空协会认证的暗夜公园，相当于呢就是夜晚观星最好的公园之一。从衣食住行上来说呢，这边白天还是比较热的，但是早晚呢还是有点冷，所以还是需要注意保暖。住的地方呢我选的是一个小型的旅店，一切呢都很简单，没有电子门锁，用的就是普通的钥匙，没有前台工作人员，屋子里呢也比较简单，灯光也比较昏暗。不过它跟一个一元店只有 一条小街之隔，所以说算是除了没有早餐之外呢其他都是该有的都有。如果对住的方面没有太多的要求，就是早出晚归呢，那么我觉得还是一个值得入住的地方。最后油价方面呢，这边油还是比较贵的，达到了5.2美金一加仑，基本快赶上加州的油价了。
最后呢，我们是100美金加了不到20加仑80升左右。与之对比的呢，就是我们之前刚进入德州的埃尔帕索的 Costco 呢，它才只有 3.99 美金一加仑，相当于呢就是一箱油贵了20美金左右吧。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在隔天的一早来到德州人口数第二多的城市，充满西班牙风情的圣安东尼奥，并且短暂的结束国家公园之旅，来开始我们的城市之旅。这趟城市之旅呢，除了圣安东尼奥呢，还有航天城休斯顿，可以近距离的看一看代表着人类最前端科技的航天设备，再拜访下姚明的主队 NBA 休斯顿火箭队的主场丰田中心，还有途经的美国母亲之河密西西比河的路易斯安那州首府巴德鲁日和充满法国风情的新奥尔良，再来到亚拉巴马州呢唯一一个海港城市莫比尔，再看一看亚拉巴马战舰，最后一路东行呢来到佛罗里达州的巴拿马城，看一看白沙滩和十号线的终点佛州人口最多的城市杰克逊威尔。之后呢，就开始我们多天的东海岸佛罗里达之旅，和再一次开始我们的国家公园之旅。就说这么多吧，希望大家能持续的关注吧。最后呢，还是多谢大家的观看。